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阴间神探》，作者道门老九，演播紫金，精彩继续。孙老虎看了一眼被我标示出的几处伤口，就说：“这些都是右手刺入的，更不能证明黄小桃的清白了。”我摇头说：“乍一看确实是右手刺入的，但仔细看，刺入的角度是很奇怪的，伤口往往朝上，当时刀应该是这样拿的。”我拿起一把解剖刀比划着，手掌攥住刀柄，刀刃朝上。这样的刺法是不是不太方便呢？孙老虎点头沉吟：“大侄子，那你说说这里面的玄机呗。”我思考了很久，就说：“凶手进门给了死者腹部一刀之后，便转过身子，用腿夹住死者脑袋，然后继续朝胸口刺刀。”“反过来扎的？”孙老虎大惊。我解释说：“这样就制造出了右手刺入的假象，嫁祸给黄小桃。”这时候小周推开门说化验结果出来了，那根纤维物应该是假发套上掉下来的。这正好印证了我的推理，视频里面的人其实是李文佳，他穿上黄小桃的衣服，戴上假面具和头套，网上有一种非常逼真的人皮面具是可以定做的。黄小桃长松了口气说：“太好了，他没有催眠我。”我说：“尸体验完了，去看看老妖有没有什么发现。”出门的时候，几名警察押了几个人进来，我一看赶紧让黄小桃进屋躲起来，被押回来的是闯进黄小桃家的傀儡。警察抓捕的时候没费吹灰之力，他们赶到时候发现黄小桃家大门敞开，客厅里站着五六个手持凶器的人，一个个如同泥塑雕像，拿手在眼前晃，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，就好像进入蜡像馆似的。我告诉孙老虎，这些人别看跟傻子一样，一看见黄小桃立即变成杀人机器。孙老虎皱眉说：“敢欺负到我们警察头上，这笔账我一定会算的。”孙叔说：“这些人都是无辜的，你可别问他们的罪啊。”我这样说是怕王大力和叶诗文也会被当成杀人犯，毕竟他们俩是真的亲手杀了人。孙老虎明白我的意思：“这我知道，冤有头债有主，等事情过去之后，我会请最好的心理医生给他们治疗的。”老妖此时正在一间空的会议室里忙活着，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发现电脑开着，老妖不见踪影。突然一个人影从后面冒出来，用一根裤腰带勒住黄小桃的脖子，这人正是老妖。黄小桃猝不及防之下被这么来一下，拼命地用手抓住裤腰带，老妖两眼空洞，双手不停地收紧，勒得黄小桃脸都紫了。孙老虎见状赶紧上去帮忙，可是无论如何都拽不动。孙老虎暴吼道：“住手，不然我开枪了，他被催眠了。”我说着抄起一把椅子往老妖背上砸，砸了很多下椅子都变形了。孙老虎直接抡起一个烟灰缸砸在老妖脑袋上，那烟灰缸又沉又重，砰的一声，听得我感觉头皮发麻，老妖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。黄小桃被他压在地上，我们把昏迷的老妖抬走，黄小桃跪在地上猛咳了一阵，擦掉嘴边的口水就说：“今晚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”这时候孙老虎突然掏出手机，我和黄小桃都已经成惊弓之鸟，被他这个动作吓了一跳。孙老虎说：“你同学怎么会被催眠的？疑犯很可能就在这里。”我指了一下电脑说：“不，疑犯不在，是那个东西催眠他的。”然而电脑上什么都没有，我猜李文佳是把一段引导语隐藏在视频里，老妖听着听着就不由自主地被催眠了。李文佳做事滴水不漏，给老妖的指令除了杀黄小桃之外，还包括销毁证据。
这才是那段视频的真实目的。为了把第三颗定时炸弹送到黄小桃身边，我们这一天奔波劳累，谁也不会想到李文佳会在这时候来这样一手，差点着了他的道了。我的两个朋友全都成了牺牲品，我内心悲愤难消，暗暗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个丧心病狂的女人。我问孙老虎现在能不能逮捕李文佳，他摇头说不行啊，但是可以强制搜查他的家，失踪的王元朝、出事的三名学生都与他有关，已经可以将他定为犯罪嫌疑人，司法机关可以依法对他的住处进行强制搜查。我说太好了，明天一早。等什么明天一早啊，现在就走。你困吗？不困，我响亮地回答。孙老虎马上调了一批人马，我还是坐黄小桃那辆车，他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，对我说了感谢的话。我说没什么，这场较量还没完呢。警车的到来打破了校园夜晚的宁静，教职工宿舍一下子亮起灯，我们来到李文佳的家里，一通搜查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我环顾四周，忽然问道，等等，那只小狐狸呢？这时候隔壁走出一个眼镜男，他怀里抱着李文佳的宠物狐。李老师犯了什么事情吗？我惊喜地说。老师你认识他？眼镜男说不太熟，就是平时经常见面，他说要外出旅游几天，这小东西让我帮忙养一阵子。线索断了，我们一下子泄了气。孙老虎咬牙切齿地说，我不信他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留下，不是在网上买过人皮面具和假发吗？查他的账户，就算查不到，打电话给京东淘宝的客服，把卖这些东西的店主挨个问一遍。孙老虎吩咐下去，警员们立即开始执行，这雷厉风行的姿态实在让人佩服，毕竟他这个局长可不是靠吃喝喝出来的，而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挣出来的。眼镜男被这阵仗吓到了，准备走。我问他李文佳最近有什么反常举动吗？眼镜男并没有提供什么线索，毕竟在周围人眼中，李文佳是一个安静文弱的美女，谁都不会把她与罪犯扯上关系。我请眼镜男留个联系方式，李文佳要是回来给我们打个电话。我这才知道他是我这一学期的一名老师，只是他的课我一节也没去上过，我心中一阵哑然失笑。刚回到局里便有人来汇报，说刚刚接到各区报案，昨天晚上六点到目前为止，整个南江市有十几名市民失踪，毫无疑问又是李文佳所为。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，原本大家准备休息的，孙老虎命令不准休息，立即召开案情讨论会。他这雷厉风行的作风让不少警员都怨声载道，相比之下黄小桃当组长的时候是多么的有人情味啊。开会的时候屋子里烟熏火燎的，警察们熬着黑眼圈抽着烟强打精神，各自发表意见。眼下李文佳下落不明，孙老虎问我有什么高见，他记得我爷爷有一种手段可以找出罪犯的藏身之处。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阴间神探》，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，可以关注我的喜马拉雅账号“有声的紫金”。